近日，著名中泰混血男星李坤出席了某品牌活动，随后一组活动现场的照片在网上引起热议。当天李坤一身黑色西装亮相，非常的帅气有型，但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李坤发福了不少，不仅身形变胖了，脸也圆润了不少。此外，李坤脸上还伴着些许的油光，已经难见当初那个青涩小生的迷人帅气。事实上，李坤并不是第一个发胖的爱豆，上个月韩国男神李钟硕也被拍到发福不少，国民男神李钟硕脸上增添了不少的肉感，以前精致的小脸如今变得圆润起来。不少网友纷纷调侃，爱豆们都逃不过韩式发福吗？中台混血的李坤长相十分帅气，一张天然无公害的脸非常招人喜欢，除了颜值在线，李坤的身材更是没得说，健壮修长的身材令不少女生尖叫。不过相信男神们只是短暂的放飞自我，很快就会收回来的。